这中间的因缘纠缠实在是说不清楚。这就是我的命，我早已认下了。咱们换教本是出于无奈，走回将军，人员界一道。这是人员界，叶檀公主，还请谨言慎行、啊、请公主下轿。若我身为身份之派，一拳接进去。叶檀公主到。你不会看上这人族公主了吧？这血酒是我们尘渊界的滋补上品，对提升修为大有裨益、啊、你浪费了一杯好酒。竟知晓我的身份，你知道我不是叶檀。你切记不可在尘渊界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别让人怀疑，叶檀也会受到牵连。这么信口雌黄的公主，她能信？也不知道这清葵在尘渊界怎么样了。从小我就与清葵痛感相通，我要是在手上刻字，她肯定能感知得到。明日往两城。他要去哪儿啊？王两城。姐姐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我们分头逃，他一个人分身乏术。只要你以后安安心心地待在尘渊界，朝风定尽全力保护你。殿下屡次相劝，看来今日是不能放你出这卓心殿了。我杀人了。只能一力承担，我如今身陷困局，无力脱困。你照顾好你自己。我和檀儿失去了依靠，姐姐一定会帮你做好这个淑妃。还请大人能够通融片刻，带我去见三殿下。三殿下已经去长婚窟领责罚了，说是自己杀了二殿下麾下的烛九印。他竟为了我孤身独闯禅魂窟，你去放他进来。殿下为清葵所累，竟落得如此。该动手了，我这就为您治伤。竟不惜冒险违反尘渊界禁令，清葵先行告辞。殿下方才是哪边胸痛？右侧。怪了，方才似是左侧。我给您做了石蔬小饼。滚！没想到你还不顾尘渊规矩，贪生怕死，私下求医。挑战大殿下，在比武之前让叶檀刺激跟银针。哪怕你就是胜了我一招，本煞立马放了朝风。他是为我在小牡丹开战的，让您手脚麻痹，经脉不通而已。此地孤星寒冷，还是加件衣服的好。流星，好美啊！还请公主躲在流苏伞下，怕是会冻着。她多年来一直等待的主人就是公主，此乃我母妃之物，宝物赠佳人。你们三人攻上天际，有些话必须要说清楚。
是你让这无间之地有了颜色。我知道你留在尘缘界是权宜之计，我也知道你是神族天妃，可我就是爱上了你。我爱你的善良无畏，爱你的醇厚坚韧，爱到愿意用此余生相伴。偷袭归墟，陈元君惨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万幸你安然无恙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你身边。谁能够除掉少年永琴，谁就是陈元储君。你快去收拾行囊，我要去寻他。您正好可以杀了少年永琴，坐上储君之位。要是有别的依据，我就不接。你最不擅长的就是诡诈一道。你去死！秋风，你松开！现在是我最好的机会。将军这场斗争既论成败，更分生死，如今机会就在我眼前，你不得不放弃。那是因为我在乎你，我才会在这里劝诫。赵风，如果你也在乎我，就收手吧，好吗？抽屉里面，等复活了神君，我一定会来找你们。啊，你别走！多亏了叶檀姐姐，我们才能困住这个该死的尘渊斥候。等事情了了，咱们就回尘渊去。是我忘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。立场不同，需要连情也要割舍。你若今日不肯放我走，等少年有情归来时，就是你我长绝之时。你们走吧，这是陈元祖的私人恩怨。不犯，服下此丹可以封禁修为，本宫便可以放你和你的母妃离开。怎么做？没能保护好母妃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如今形同废人，他越是靠近我就越是危险。没错，我就是幻觉之人。既如此，你又何苦为了我与王后一战？为了你，我来刺客香堂是为了杀第二片神石。我要了你的命！谢谢你帮我说清楚。既如此，此生我们永不再见。这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？你明明知道动用功法，故意而不发，竟敢还来送死。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? So you made to be mine. Nothing. 蛇毒发作的太快，大人快撑不住了。我不让你醉香，你便一日不可推开我。好吧，他以后会法力尽失，心冷凡人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离开他不管的。你醒了。既如此，从今以后无论生死，我们都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即刻捉拿朝风的人回来，将朝风帐下所有将士即刻收押，责任问斩。奎儿，对不住，我不能陪你去白竹湖了。他说他不忍心看着将士们受害，打算一个人回去承担所有罪责。我得回去救他。你不该抛下我。将李光、叶檀和朝风打入禅魂窟，什么地方我都不怕，更何况你忘了，禅魂窟是我们定情的地方。大人，公主，李王赦免你们了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这些事情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。你服下汤，三个时辰之后便可助你恢复修为。
是离光清魁。就放看在儿臣的份上，就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吧。你们都给我滚，永世不得再入尘渊。受尽一别终于相见了。我和檀儿一家确实是人祸，但是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都找到了白首相依之人。我真想看看朝风和少年有些难过的样子。地脉四肢霜化，分则息及清浊而起，合则开启混沌归墟。因为你是地脉子之杰出的双生，是冬秋一族盛树的花灵，我们一起成。铲除花灵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吗？快儿，那若是我死了，我妹妹也就不能威胁四姐了，对吧？快儿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个傻瓜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这一生跟你在一起过，这份欢喜我知足了。快儿，听说是你和清魁的定情信物，本宫就慢慢折磨。你终于来了。我来是为了途径当初逼死姐姐。皇后，我说过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我已恢复了华灵之力，以报杀子之仇。帝王他逼害我姐姐，罪孽深重，不杀不足以告我姐姐在天之灵。我想让他留在你身边，他才会是最幸福的吧。葵儿，咱们到家了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人来害你了。新任天帝要在故地重建冬秋，以万花之灵感召地脉子之重生。你们都愿意这样等下去吗？我相信我一定会等到那一天。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答应过你，让你一生快意舒心。